如我哋叫埋佢哋一齐合照啊！好啊，团团圆圆，好意头啊！嚟，张婶。小心啊！阿王啊，放喺嗰边啦。喂，小心啲啊，唔好再撞到人啊！阿西啊，阿莲同阿牛去咗边啊？佢惊啊，惊到飙青喎。系啊，佢去厕所啊。好啦，唔好喊啦，我唔娶你，仲娶边个？咁阵间执定啲保济丸上路啦。咁阿牛咧，山上咁多美女，你用乜嘢会变心啊？唉，我梗系唔会啦。喂，过嚟影相啦！嚟嚟嚟，影相啦，影相啦！嚟啊嚟啊嚟啊，影相啦！大家企埋啲啊！细路仔坐前边啊，细路仔坐前边，都企埋啲。哎，等埋，仲有我啊！等埋我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死嘅咩你？哎呀，冇啦冇啦冇啦，死啦死啦！哎呀，阿莲，你搞咩啊？大家喺度拍团圆相，你睇冇得团圆啊！哎呀，唔吉利噶！对唔住啊，少爷，对唔住啊！嘿，大吉大利，百无禁忌，顺风顺水，直到邵家嘴。明知爸爸要走啦，蝶儿飞在游戏，爸爸心里只得你。好声啊！哎呀，弊噶你！哎哎，你去边啊？我仲有两个枕头未攞啊！快啲啊！快啲啦，夠鐘啦！喂，你仲攞咩啊？夠鐘上船啦！我賴低張枕頭同你啊，我要攞啊！攞咩？你攞咗好多啦，係咩？你啲細窩狂啊！你記住凡事小心啲啊！送俾你。我哋嘅环境唔同以前，你仲要去开铺头，你应该将钱留喺身边，唔好再买礼物俾我啦。唔系好贵嘅啫，少少心意啫嘛，我帮你带，太短添。唔紧要，戴手呢样啫。你记得，你应承过我，就三年。我一定会翻嚟，呢几年辛苦你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头家噶。我等你翻嚟。有客到，我手头有一批顶级牛王，叫你老板出嚟开下眼界啦。关老板啊，你被人呃咗啦，
假嘢嚟噶。咩话？唔通我哋济世行卖假药啊？我都系照直讲噶咋。上品牛黄表面应该挂一层乌金衣，应该仲有啲龟裂纹，闻起上嚟咧应该有清香味道，而唔系一阵普黄味道。你哋喺度做咩？试嘢。啊，仲有啊，牛黄即系牛嘅胆石，如果将佢浸喺水里边咧，唔变色、唔变质，仲唔会变得浑浊。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咧，我可以试俾你睇嘅。刘老板教出嚟嘅徒弟果然好功夫，过奖啦，过奖啦。关老板，我系刘成，好，初次见面。佢阿牛仲学紧诗，佢个人咁醒目、聪明伶俐，我睇啊，佢好快可以做掌柜啦。冇咁快，三两年啦。阿牛，我同少爷都冇睇错你啊。我已经睇到你哋仙草堂上下咁齐心，唔怪得连西药厂嘅苏斯姑娘都对刘老板赞不绝口啊！希望我哋能够合作成功，合同我嚟准备。多谢多谢多谢。好，走先啦，慢慢行，唔送喎。好，听日我哋翻乡下，今晚你哋翻货仓点埋啲货，我夜啲送宵夜嚟。系，多谢少爷。好，做嘢啦，做嘢啦，做埋啲嘢。成哥啊，你真系要咁急翻乡下咩？系啊，我怀疑乡下有事。阿嫂寄信嚟都冇讲过啊。你睇啊，都冇乜特别啫。当归熟地苦心红娘子，阿嫂睇嚟都有啲血气不足，风寒湿皮嘅啫。等我帮你执啲药寄翻去，咪冇事咯。唔系咁读噶，红娘子苦心独换，生地当归熟地，灵芝一见起。你阿嫂话好孤独，仲话灵芝好想见爸爸，小慧一定系好想我翻去。但你走咗仙草堂点算啊？不如咁啊，你留喺度，我帮你翻乡下睇下。唔得，我四年冇见我老婆同我女啦，今次我一定要翻乡下。同埋，我今日约咗个客唔陪你哋。请，真系佢啊！刘老板又迟到啦！诶，嚟嚟嚟！刘老板，请请请，请坐请坐。嗱，你哋两个咧一直都想失身俾刘老板嘅，刘老板听日就走噶啦。啊，刘老板，今晚帮帮手，实行一箭双雕，免得佢哋终身遗憾。诶，嚟嚟嚟，嚟，何老板。我闻惯药材味，闻唔惯胭脂水粉。哇，圣人啊，圣人啊！刘老板，你做生意不嬲知系叻噶啦，唔知饮酒同做生意咪一样咁叻？不如你同我哋饮翻杯咧。啊，系女，饮得落我会饮，饮唔落我唔会呃人。我杯系酒，你杯系茶。啊，搞错咗添，饮多杯啊！等我嚟同刘老板饮。大小姐，乜咁错档啊？呢笪地方，好似唔系几啱你咁。我想同刘老板单独践行。点解要走啊？我唔系走，我只不过系翻乡下行下，顺便听下我哋盘生意翻去有冇得搞。有得搞嘅，你唔翻嚟噶啦，大小姐，叫我苏斯。你永远系我生意上嘅好拍档。呢几年唔系你，仙草堂嘅生意唔会咁好，我哋唔会赚到咁多钱。我永远都会好感激你。唔系为咗生意嘅，你愿唔愿意留低啊？就当系为咗我。
大小姐，我要钱，你要人，我哋嘅目标都一致啫。队长，
呢层房有啲可疑啊，有人放火。咩放火？边个放火？边个放火？你讲。你唔使扮傻啊！头先有人见到你放火。你讲咩啊？我老板叫做刘成，我都唔知道我老板点解会咁做。佢喺嗰边放火，唔系我做得快，连我都烧死埋。点啊你？我问你点啊？我冤枉。冤枉？我喺度做咗咁耐啊，有边个系冤枉啊？我一听就知啦。我真系冤枉啊！冤枉！我真系信你系冤枉噶，恩公，你救过我契婆，赠医施药。我契婆讲过，得人因果千年记，我一定会报答你噶。报答我啊？咁你放我出去啊！放我出去啊！我有个老婆，有个女，我四年冇见过噶啦。你放我出去啊！其实咧，要报答你咧，就唔一定系要放你出去嘅。咁捉你翻嚟系警察嘅权核，而我咧。就是负责喺度看守你，咁食好啲，瞓好啲，我都做得到嘅。哎，有我喺度睇住你啊，喺度住三年都冇所谓啦。咁你帮我请律师啊？我要打官司，你帮唔帮到我啊？识唔识律师啊？恩公，你依单大嘢嚟噶，七条人命啊，冇人敢接依单案，就算有啊，你都冇钱啦。你知唔知道啊？你啲财产啊，已经俾人冻结咗噶啦。不过你唔使死于咁样，我又识得一个律师，佢英文好掂噶。最重要嘅就系佢打官司未输过。不过我唔知佢肯唔肯打喎。打咩唔打？打官司打唔打啫？唔打啊，唔打。嗰单冤案嚟嘅，个犯俾人屈噶，你打赢咗咯，咁咪响当当咯。自闭又打唔赢啊，累死人，就走下成世唔安乐，总之唔打。你今次唔打都唔得，你输梗啦！死你！笃死你！笃死你！喂，救人啊！你啊，即出定佢啊，即出啦！你笃佢做咩啫？笃埋你添啊！哎呀，冇啦！对不起，我哋唔嘈啦。喂，去边啊？屙尿啊，唔好跟住你啊。
嗰度嘅啫，都唔識轉彎噶啦。當然啦，都啱你十住十尾噶啦，話你聽啊！如果再講，我剪咗佢，切水泥灰雞。你啊，你識得幾多風水嘅嘢啊？而家唔係話你篤尿沖壞咗個穴位，而係污穢。你篤尿啊，破咗佢靈氣，嗰啲烏鴉咪周圍飛咯。嚇、啊，呢、這個烏鴉落田又弱。我話你聽啊。是一个极动之象嚟噶嘛，不动则已，一动啊惊天动地大发之象嚟噶。如果你阿爷撞咗落去啊，唔好讲你做律师，律政司都喺度做。哦，咁我哋家下做咩啊？做鬼都唔灵。而家风水破晒啦，冇晒前途啦，唔好讲你做律师，做律子啊，你都知学。嗱嗱嗱。你睇清楚啊！我做律师啊，系靠我自己努力读书读翻嚟噶。嗱嗱嗱，你睇下，我假假地啊，都系法政学院一级荣誉毕业生啊。我啊个执照啊，系司法总监签名我噶。唔通啊个签名啊，系你嗰啲烧符撒米求翻嚟噶？系啦。阿小千咧，佢做律师系佢靠自己实力考翻嚟噶嘛。我只呢条你咋？你呢咁嘅资质啊？啊！如果你读到书嘅，即系天家佛就教啫。人哋孟母三迁，我千户咧十八千、十九千、千嚟千去，千到而家风水旺地，吓、啊、想揾个好月撑你嘅，你讲都唔信。系咯，小千做律师咧系要信啲风水嘅。信，我信。你唔靠我啲风水啊，边处呃到人哋咁多钱，引得我咁大啊？衰女！你想俾死老豆揾翻卖啊你！哎呀，你细细粒成粒浮凤丸咁样，你边份似律师？我问你，你又做咗咁耐，边个似威武俾我睇？我话俾你听，你试一次咁多，唔信我风水，呢一次咁多俾我阿伯。系咯，一于接咗单案去，打赢俾佢睇。嗱嗱嗱，要顶颈就唔好顶气。仙草堂单案我打，我唔会衰俾你睇嘅。如果我输咗，我俾你剪到嚟剁碎，喂鸡。点啊你？舐到以前咪惯啦，恩公，我带咗佢嚟你啦，坐啦。你系律师？嘿、hey, 恩公你咪睇佢细细粒咁样啊，其实啊佢已经一把年纪㗎啦，最紧要嘅就係啊佢係法政学院一级荣誉毕业生嚟㗎。似化妆师多啲。咁话晒女仔都系贪靓啫。又话好有经验，又话未输过。係佢打离婚真系未输过㗎喎、哦。我冇讲大话喎、哦。咁谋杀咧？咁未打过都系未输过啫。走啊！我拉你开！英公，你啊都走！你睇下你啊，律师未输过，你入嚟咁耐，扮靓咁耐，你呃我都比佢似有啲噶。咁你到底有冇杀人啊？我话冇啊，有人信咩？如果你清白嘅话，你惊咩啊？无论任何律师是男定女，是高定矮，都可以帮你打赢。刘先生，如果你冇问题嘅话，我哋而家开始。你好，我是蓝小千律师，我想见一见洪法官。哦，麻烦你等一阵间啦。
好意思啊，老爷话唔得闲见你。喂，我都唔知点解少爷会咁做。如果唔系亲眼见到，我都唔会信。爬声，你讲咩啊？吓，我同你咁多年兄弟，我点样对你啊？你点解要害我？点解？你讲吓，你讲啊！你好，我是代表刘成的律师，想请你帮个忙，帮刘成出庭作证。哦，好，大家是行家，我一定会支持他的。虽然大家是行家，但我都讲真话，那晚他喝完酒自己走去，又没有放火，我真的不敢肯定。冇得答。点解啊？好难答，好棘手。师傅，你以前咪教我，就算几难打都一定有得打嘅。呢次唔同，因为你好难同个钳子打嘅。有钱就直都咬翻乱，黑都变成白嘅。咁就拜托晒啦。啊，唔好客气，唔好客气，我知点做噶啦。不如你再想想看看还有什么人可以帮到刘成啊。還有一个。哪个？苏斯啊，不过失了踪一直找不到。这个女人无啦啦失踪都不知道是不是又可以。死啦死啦，审是听日审完的啦。恩公死定了。辩方律师，我已经等了你很长时间了。你这个非常重要的证人咩时候先出现啊？边个？刘律师，刘大哥冤枉噶，你要救佢啊！你到底边个？刘大哥话我永远系佢生意上嘅好拍档。苏斯，刘大哥系无辜噶。仙草堂的火不是他放的，因为当时我在火场。那就好了，终于有人证明刘成是清白的了。明天九点你一定要上庭帮刘成做证。哇，无啦啦落大雨了。喂，你回来啱了，苏斯来了，我帮。在哪里 苏斯？好快他来了。法官大人，求你俾多十分钟时间我。我已经俾咗好多个十分钟你噶啦，算系破晒例噶啦，我唔可以再等。法官大人，求下你啊！本席现在宣判，犯人刘成被指控纵火谋杀，罪名成立，本案诉讼结束，五日后判刑。小千啊，你出绝招啦！冇晒办法啦！好似你阿爸咁讲啊，穷则变，变则通啊，你通通去啦。咁你去搵阿老豆咯。喂，有冇女啊？喂，开门。啊！走，隔篱嗰个啊，读咗咁多年书，我今日先发觉，原来我一直读紧试片，一啲用都冇。我这两个月来东南西北，我行烂了两对鞋啊，但竟然一个人都不肯站出来帮我们。虽然我是律师，就算我当事人判了死刑，个人一点都不重要的。我怕咯，又不是走人咯，但我就害死了一条命。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嗯。我死了之后，将我的骨灰带回乡下给我太太。她知道我死了，一定很伤心。她等了我这么多年，我卒之都是回不到去见她。还有我女，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我呢？
不过其实佢唔记得咁仲好。秦官司仲未打完，仲有五日时间，我要同佢上诉。我一定会支持佢噶。柏斯，你讲咩啊？喂，蓝律师，苏师，你唔出现刘成会死噶。刘大哥俾你累死，佢已经判咗死刑啦。点会咁快噶？仲有五日上诉期啦嘛。听日就要斩头啊！喂，苏师，苏师，苏师。喂，方力。你而家好好听住我讲，我一定要救刘成。你好啊！如果你想翻去见你老婆仔女嘅话，咁你一阵间就要听清楚刽子手嘅每一句说话。人低头，殉难刘成跪地叩首，家乡所在默念成就。奴婢镇桂花巷刘家大宅，奴婢镇桂花巷刘家大宅，七七四十九。桂花巷刘家大宅，奴婢镇桂花巷刘家大宅，奴婢镇桂花巷刘家大宅。我叫你走，你就即刻走，一走之后就剥回头，走。
仲敢嚟见我？点解唔敢见啊？如果唔系因为我，你会走得啦。唔使讲啦，你应承话帮我上诉，你去咗边啊？我争啲俾你累死啊！你估我想噶？我出咗庭先得噶，我自己差啲死啊！你根本冇谂住帮我。我唔帮你，如果唔系我买通啲人啊，你走得啦，加知法犯法啦！我抌低个老豆冒险陪你走佬，估唔到你咁冇良心，一句多谢都冇。去做鬼啦你！唔好睇我只添啊！我为咗你冚穿咗个头啊，晕咗几日。总之咁衰，我就晕得几日，唔使救你啊！对唔住，多谢。唔好讲咁多啦，换咗先啦。咁恐怖嘅，撞啱余兰子啫。都好似有啲嘢啊！你咪叫灵芝啊，灵芝，你咪叫灵芝啊！你唔使惊我，我系爸爸。蝶儿飞在游戏，爸爸工作汗流地，月儿美愿陪你，爸爸心里忆起你。
爸爸，爸爸，妈妈呢？你是边个啊？我叫蓝小千，你可以叫我小千姐姐噶。你做咩要跟住我爸爸？我系爸爸律师嚟噶嘛。你几时先走啊？你个公仔几得意喎！我细个咧都有个差唔多嘅公仔噶，不过佢个头咧比较拗甩咗，我喊咗好耐。是不是这样啊？做咩睡不着啊？不如讲故事给你听啊。哼。那你乖乖地睡了，我帮你吹熄支蜡烛啊。不准！你怕黑啊？我不准你吹熄我的蜡烛，哼。我送俾你嗰块玉咧，个衰人啊！啲信唔系我写噶，佢唔单止亏空公款，仲冒充我写信俾你，想呃晒我哋嘅钱。我右手都冇受过伤，点会用左手写字啫？我根本就冇生意失败啊！系彭四，系阿四个衰人，佢想呃你卖晒我哋嘅家产。做咩啊，灵芝你翻安梦啊？爸爸你又唔见咗啦？我点会又唔见啫？傻女嚟嘅。灵芝，你翻安梦啊？你走开呀！我唔要你呀！灵芝，点可以咁冇礼貌噶？系佢呀，系佢吹熄嗰支蜡烛噶。唔系我啊，半夜翻风咋？瞓觉啦，灵芝。
唔好意思啊，灵芝未足月就出世，所以佢自细气管就唔系咁好，成日都会哮喘。于是我用犀牛角磨成粉，做成蜡烛，等佢夜晚点着佢，气管可以舒服啲。乖啦，灵芝，瞓觉啦。公款你有本事，放火你都够胆，赌债你都唔想还，你系咪唔想还先？你话啦，我会透透气。我已经还啦，俾我放下先。使唔使帮手啊？我咧未试过爬到咁高噶，你成日自己坐出嚟睇风景噶。以前我觉得呢度好靓，但而家冇咩感觉。咁系你心态唔同咗啫。以前我系个大夫，而家我系个落难嘅人。咦，咩嚟噶？杯壳嚟噶？呢个犀牛角嚟嘅，好多大夫都会抬住一个起身。有咩用噶？俾只手我，佢可以用嚟按月啦，可以用嚟刮痧啦。传说话点着佢就会见到鬼，仲可以用嚟送药。诶，我哋送药。你当水饮啊？做咩啫？都冇醉，笑我。诶、欸，啊，我谂到啦，我谂佢可以做咩啦？可以扮犀牛，可以喺度掘个窿，扮望远镜，同埋挂喺佢咧。如果有风吹嘅时候咧，啲声会好听噶。好中意啊！有咩送俾我噶？点解有啲事嘅？啲字系小慧刻上去的。嗯。呢、這个世界真系好奇妙，两个人可以非亲非故，两个人又可以同生共死。呢啲咪叫缘分咯，有缘千里能相会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有缘千里能相会，下一句系无缘见面不相逢。心有灵犀一点通，上一句是身无彩凤双飞翼，是吗？你喝醉了？没啊，我这里读回书的，如果真的喝醉的话会讲英文的。 I love you。娶唔到你。
我老公娶唔到你嘅。咩事？头先慧姐走过嚟同我讲嘢啊！小慧，小慧，小慧，我谂你饮醉啦。我冇饮醉啊，佢头先真系同我讲嘢噶。咁佢同你讲啲咩？冇嘢啦。你系边个啊？你妈妈呢？我都唔识你，做咩话你知啊？小妹妹，你唔使惊我噶，其实我识得你爸爸噶，间屋得你一个咋。我都唔识你，做咩要同你讲啊？你爸爸有冇翻嚟见你啊？我都唔识你，你快啲走啦！你走啦！你走啊！你走啦！走啊！走啊！你走啊！刘成，入边冇人噶。刘成，你喺边度啊？你唔使匿埋啦。小妹妹，你是不是见过你爸爸？如果是的话，话俾佢听，我就住在呢度，叫佢嚟找我。如果不是，就冇机会噶啦。寻日揾上门个人，你真系唔识？唔识，不过样好熟。我怀疑他是省城的警察，现在警察已经找到上门了，正在送完我船，你快点躲回屋吧，必要时找个地方躲起。你出到省城打算怎样？我打算将彭四冒充你写的信做证据，证明他一直在骗你钱，说的全部是大话。我会想办法找苏斯出来，因为他是整件事唯一的目击证人，之后我会再翻火仓看什么线索。放心啦，有咩消息我会翻嚟揾你。你有冇钱噶？我有，有就攞出嚟啦！有噶，等我回到屋企先啦，富哥。走。
一个个生勾勾咁，俾少爷监生烧死晒。我都想不通少爷为什么会这样做，无辜辜烧死晒班兄弟。就连阿牛都不放过，彭四，你收声！放火的人是他啊！犯人低头，殉南留城，跪地叩首，家乡所在，默念成咒。奴婢镇桂花巷刘家大贼，奴婢镇桂花巷刘家大贼，七七四十九，回家聚首，再生不救，死后补救。我叫你走，你就即刻走，一走之后就剥背头，走。阿嫂、牛妈，你哋放心，我会帮你处理佢哋嘅身后事。你个头是我斩的，你知不知道我是冤枉啊？呢张招魂幡上面有九十九个人名，其中有好多个可能都是同你一样是冤枉的。咁你仲要斩佢哋头？我哋秦家五代都是做刽子手的，我只不过是履行我的职责，杀边个我冇得拣，我只是知道祖宗名分，杀不过百。我就第九十九个。是，我同你呢份都叫是缘。我的头都被你斩了，你还来找我做什么？第一刀我拍你灵魂，第二刀我斩你躯壳，现在我是来超度你的。即是我变了鬼？所谓前阴而借，后阴未至，中阴现前，人死后的七七四十九日就会成为中阴身，过了这最后七日我就会超度你离开，之后我就可以封刀归人。如果我不走呢？中阴身每七日一死，历尽七死，就一定要离开。如果唔系，就会变成孤魂，不停重复死亡嗰刻嘅痛苦。咁我会去边？人有千算，天则一算。好人只有极乐之地可以去，一切就等上天安排啦。总之七日之后，人事天光之前，你去大庙，自然就会有路指引。咁即系我得翻七日？呢七日系你喺人世间最后嘅七日，亦系最难过嘅七日。你将会魂不附体，个头同身体亦将会分离。
小葵，你坐下我啦。我仲有好多嘢应承过你都未做，你要俾机会我先得噶。又日落，又冇一日。我而家先知，原来每样嘢都有佢嘅期限，包括爱。我而家想爱都冇得爱，剩翻七日啫。七日之后我就要离开。小葵，你快啲好翻啦！灵芝，如果你见到妈妈指甲嘅白色开始退咧，就俾佢服呢只药。你好啲记住啊，桃仁红花大黄草，损伤淤血酒精驱。灵芝，灵芝你乖啲啦，一日爸爸唔喺度，你要懂得照顾自己同埋照顾埋妈妈噶。七咧见到你喎，咁咪执咗你翻嚟咯。咁你仲瞓咗咁耐，你仲唔系发紧梦啊？唔系发梦，系发恶梦。我冇发梦。嗱，你打开个缸就知道有冇发梦噶啦。你话咁大个人匿埋喺咁细个缸入边？哎呀！讲多无谓啊！揭开个盖，便知龙与凤啦。嗱，我睇过啦，门口等啦。不如一齐啦，个胆其实好英俊。上啦。冇嘢啊？冇嘢。我想到了，你灵魂出窍。没理由的，我这个几月一直跟刘成一起。哎呀，他是鬼，你是魂，正所谓鬼魂鬼魂，你两个一起不出奇啊。哦，你真是名副其实的撞鬼啊。那我还会不会见到刘成的？那他几时被人这样啊？
七月十三。哇，今日八月廿六噶啦喎。嗱，佢一四一七七四一九日以后咧，佢就会计起上嚟，即系仲有两日。两日。叫你攞几支酒，有冇耐啲啊？嚟。你真系啲嘅，陈华生今日够斗，咪系钱啦、啊！等我攞到张屋契，卖咗间屋就有钱还俾你。你还到啲息咋？咁本啦，系咯，本啦，本啦。睇吧，呢、這个房东都要顶埋呢间屋啦。买咗佢啦，虎哥，我边有争你咁多钱啊？我话有就有。我将条数点计就点计，食硬你啊！你喺我眼里边连狗都不如，食啦，食啊！你叫我卖屋，我卖药噶。灵芝，灵芝，爸爸，我叫你睇住个火噶嘛，你喺度瞌眼瞓，而家啲水煲干晒啦。我问你啊，到底你点先可以乖啲啊？爸爸同你讲过好多次咯，我有一日唔喺度嘅时候，全靠你照顾妈妈噶嘛。你咪唔想妈妈好翻啊？你仲咁样，你仲唔答我？爸爸今日唔打过你都唔得。爸爸唔好啊！点解啲药全部喺晒后边噶？你一包都冇煲过，唔怪得知你妈妈有病，一啲气息都冇啦！真系要打过你。爸爸唔好啊！爸爸唔好打我啊！灵芝，灵芝。爸爸唔打你啦，你出嚟啊，灵芝，灵芝，灵芝，出嚟啊！唔使惊，唔使惊。送俾你。妈妈，喺你翻嚟嘅前几日，已经
自杀死咗啦，爸爸，我知道喺你翻嚟嗰日，你都已经死咗啦。灵芝，你咪叫灵芝啊？嗰日我真系好惊。因为你跟妈妈一样，只有在点着蜡烛的地方才可以见到你们。灵芝，你是不是叫灵芝啊？阿嫂阿四啊，四叔啊，阿嫂，灵芝啊，千千咩叫屋契啊？冇见咁耐，高咗好多喎、啊。认唔认得细叔啊？吓、啊、吓、啊？啊，好痛啊！唔好喊啦，屋契系好紧要噶。点解你咁冇意思，唔记得摆边嘅？吓、啊、吓？啊啊有力啲啊！记得咧，停手啊！冇啊！冇啊！哦，唔好喊，唔好喊，再喊唔靓女噶啦！用下个脑谂下，你冇阻叔叔时间啊！停手啊！四，我求下你啊！阿四，灵芝，你快啲话俾佢听啦！灵芝，将个契喺边度？灵芝，灵芝，你快啲起身啊！灵芝，灵芝。
你知快点走啊！你知。爸爸咧？点知蜡烛就见到爸爸噶啦？咁啲蜡烛咧？喺晒场。我好憎打女人噶。人放火，谋财害命，你唔怕落地狱咩？咁我就带埋你个女落。我哋快啲点蜡烛，揾爸爸出嚟啊！灵芝，冇啊！如果唔系我杀不过百，你死一百次都唔够。跟我翻省城，我要亲眼睇住你斩首示众。跟我走。得翻半个时辰咋？爸爸，爸爸，刘成，刘成，
可唔可以唔走啊？唔可以，秦宝同我讲，如果我唔走，就会变成游魂野鬼，边度都去唔到。爸爸，你去边度啊？我去搵你妈妈。你带我一起去见妈妈。而家未系时候，你仲有好多日子要过。不过爸爸答应你，有一日我哋一家人一定会享翻埋一齐。你咁样讲就错啦。自杀嘅人系会被打落饿鬼度，你一生行善积德，可能会转世为人，所以你同你老婆系见唔到面嘅。刘成，够钟啦，走啦。爸爸，你唔好走啊！我求下你啊，唔好走啊！小千，我知我欠你好多，不过仲有样嘢想拜托你。你放心啦，我会帮你照顾灵芝噶啦。秦宝，多谢你。不过我都系决定去搵小慧。灵芝，你要听小千姐姐嘅话，唔好要爸爸担心啊！知唔知啊？小千，拜托晒你。爸爸，爸爸，老细。